我讲我师父教我的，你呼吸的时候啊，经常呼吸进去，一直到丹田，甚至于更长到脚底出来，你的寿命会很长。你呼吸啊，跟一般人一样，吸进去，直到喉咙，就马上就呼出来的，寿命会很短。所以你吸进去，一直到了丹田，甚至从脚出来，寿命会很长。你呼吸很短，直到喉咙，寿命就很短。来跟大家讲这一点很重要啊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师父教我的。呼吸呢，要细、慢、长。